你都拉一点没眼睛跟妈妈看的眼给你两家钱给你妈妈的去给你大姐你大姐对啊因为你妈今天是在家都看你脸脸不不低怎么了我先等啊想交了给三零八啊你看你哦各位你就已经具有这个第二位不通啊啊这个经验没记录于八位八的连锁啊两家都感情彻底了没有什么意义啊嘛是啊那不敢先这样麻烦哦他不会说的话嘛反正你人不搞定他现在好不对其他家他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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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